有嘻哈之徐新文毁外赛，我觉得不行。如果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，OK， 先发给他好不好？先发给他好不好？我要的是肯定，直接面对的肯定，而不是说这种你说的那种奇奇怪怪的。可以还回去啊，可以还回去啊，还。看气氛太紧张了，轻松一下妹。爱奇艺综艺《中国有嘻哈》开播才两集，话题不断。九一一师弟题外海选时，就和评审张震岳先擦枪走火。我觉得不行。好，如果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，OK， 先发给他好不好？之后发微博说要在节目上反击。说你微博要 diss 我？哎，我没有写 diss 啊，我写的是效果，对。如果认同的话，我当下也不会做出那种举动，对不对？后悔自己没有早爱几年。这样子唱法，对，是还蛮平庸的，对，有很多旋律的部分都让人觉得不舒服。最后 TY 遗憾下台，不过音乐就是要交流妹。徐编心中也有几位地位不可动摇的台湾嘻哈神人，真想通通抓去关。不是说比赛。姐姐，继续。